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爱上云朵小院。今天呢，我要去我的哥哥家里面玩，这是我准备带去的。有一本，是我借给他的书，是他借给你的书了？对，说错了，你去还书啊？对，还有一些送给他的笔，还有那个第五人格的卡，跟他一起拆。哦，走你。好冷啊！好冷啊！好冷啊！你看他的房间灯开着。来，进来，进来。很薄的这个，啊，我们当时没有用哎。我们要求那个要摘抄。我有一些那个卡片，我一起拆。他要跟你一起拆。他特地那个不舍得拆，一直在等着，然后分你一起拆。一共几个？一共六个喽。啊，那一人三个是吧？啊，好的。哪里小哥？这个吗？这谁啊？郭麒麟吗？啊啊！你不是粉那个吗？那两个啊，他粉的，你不是粉黄景瑜吗？没有，张伟龙。啊，最近粉这个啦。啊，这个是谁呢？张伟龙。啊。谢谢啊，还有这个笔是吧？哦，那个笔，你不是说柯南有吗？我给你换了只怪盗体。谢。谁先猜？哥哥先猜。嗯，好，那哥哥先。第五人格哥哥玩不玩的？玩的。这张是牛仔的。约瑟夫，红衣之主。入殓师、红衣之主、红夫人、牛仔，还有一张律师的，有没有好的？有啊，有一张西式的，那立体的感觉，这个是西式的比较好一点，是吧？轮到小鱼儿了，来，仪式感满满的，幻象，啊，这个，这个有洞，有洞，奇珍，还有没有什么稀有的卡？没啊，其他都是普通一点的。啊，继续，哥哥猜。哦，哟，这张是什么呀？嗯，这张是不是牛？这是月相。它动吗？它动。哦，这也有点。这张，这个立体的小丑黄的。好牛逼的这个啊！这张很牛逼吗？啊，这是爱哭鬼，那值不值钱呢？也蛮值钱，也蛮厉害的。封面上就这，那值钱值钱。好，算了，也、yeah, 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嗯，轮到小鱼。嗯，我猜这个是。嗯。啊，一样。嗯，一样，抽到一张一样。可以。两张奇珍。嗯，两张奇珍哦，哎呀，不错。还有吗？其他就没什么好看。现在轮到哥哥了啊，最后一包了，哥哥的。这个好像还不错吗？这个都不怎么样子。没有。哎，这张不太可以啊，我感觉好像有点亮，有点闪，有点闪。那就没了。哎，我有一张奇珍的，医生的。然后也没什么了。这是小鱼儿的成果啊，四张奇珍，两张幻象。这个是两张幻象，两张西式。那好像哥哥的好像厉害一点嘛。好，垃圾收一下啊。好，今天的拆卡结束。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了，哎，还是有点不舍得呀。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加评论哦。